hey， 又是我 Edwin CLW， 今次呢又是关于 shotgun 的啦，就是现在很兴玩 shotgun。 这一支呢就是PPS 牌子，抄这个 Talaka 的，照计应该是，因为我看所有的结构啊，里面的偏位啊，还有 cocking 那些感觉，还有另外前管这个构造呢都是跟 Talaka 一样的。咁呢度有口螺絲收咗一粒定管嘅嘢，咁啊一條 inner barrel 嘅 6mm 嘅打，咁啊啲殼咧遲啲先有過嚟再做測試，咁啊你哋可以睇住其他片啦，佢都喺蘋果新聞都擺咗片噶啦。咁啊另外一樣最緊要嘅嘢，呢個大細片咧似係跟足真槍噶啦，咁啊落正常 size 度美國貨都應該冇問題嘅。咁啊遲啲先有殼測試。咁啊，遲啲再 update 佢段片啦。再講一講啲 material， 摸上手都極似 Talaka 個 finishing 個顏色，反光都好似 Talaka。咁啊，呢個 loading port 嗰個位嗰個 feel 咧，都係似嘅，係啦。咁啊，有另外一個選擇啦。咁呢個煲咧就係膠嘅 ，Talaka 都係膠嘅。咁啊，飛殼勾就似真槍，個壓力啊、彈弓 feel 都係似 Talaka 嘅。系咯，咁啊呢条枪管系铁嘅，下底呢条 loading tube 都系铁嘅，呢个都系铁，咁啊轻胶系胶啦，微病胶咁包呢个嘅，包呢个链枕嘅，睇下底胶，底胶系冇 marking 嘅，系啦，都系橡胶，咁啊迟啲我哋都会有更多嘅资料嘅，应该12月到咧就出炉噶啦呢支枪，系啦，系咁多。